草黄了。
满目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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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秋水一时前行来，换成人了给我设摆邀请把香粉，先赴一曲消闲，那么在那江岸上来了个看才人啊，姓朱名子齐，外人恭敬，家住在马鞍山前，大理只要记贤村，想当年苦读书我未曾上进，都只为父母年高无人侍奉，孝养双亲，每日热里打干柴我常把山进，全仗着五个班堂一度光阴，打了我担干柴寻归究竟，正遇着弥补阴云细雨降临，叫我父因天气难把家分，找了我坐古庙神堂我站前村神，雨过天晴黄昏时分，霎时啊见风儿清，月儿朗，月朗风清真好，桂林捋顺那着江岸，我就朝我前够奔，猛听得在江边之上有人抚琴，叫我父闻琴音心神稳定，柴蛋儿放置在了地呀呀呀沉，空中你看烟灰才告他的命短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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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发了鬼子愣啊啊！莫非说在江岸之上有个人？忙问从人，帆船所在，艄公回禀，兰溪山根，江岸虽然有些树木，附近之处并无有庄村。伯牙闻听，乃是荒山野，哪里来的那高人？听我父亲，唤从人近前来，听我的吩咐。你一到那江岸上，各处找寻，搜遍那芦苇村中柳荫深处，不停地在那岸上大言吧，大人尊，休要寻找，是并无则道，也是我巧妇无知，我在此听清。此山之中巧妇也因采柴归来的晚，正知议论琴音，闻君此处操琴的音儿止住了步。那位俞伯牙他是哈哈的大笑，是个砍柴的人呐，问来问去乃山野之中打柴一樵夫，我想这穷山僻壤野店荒村，大概也无有什么高论，他竟敢听口称听琴二字，真叫我恐怕一笑啊。子琪说，你既知此处无有高明科，想俺这穷山僻壤的野店荒村，在那瑶琴上有陆记八节，七不复曾记得，不对那知音，那绝不该那飘动的瑶琴。那位俞伯牙听樵夫之言，却道文儿雅，可莫笑于樵也水共山村，吩咐声从人朝上请，你们请上啊那位樵公，我与他谈心。有从人答应一声，就把这个官船下，走上前来对着钟子期，忙把话圆。我向樵夫说，你见了我们家的大人，是虚当口授。他问什么言语，不要你留神。钟子期昂然赴台官船上，见伯牙长衣不败，说有礼了大人。那位俞伯牙恐失官体，焉能与他还礼，说这一旁
坐下，我今天要与你细谈谈心。钟子期那并不谦让，居然落了座，伯牙不悦，面寒碜，也不让他吃茶，空对坐啊。方台案上可是你听琴吗？哪位子期说不敢深知，略小一二，望尊观莫要你度量。伯牙说，乔公口称听琴论，我有几宗师，不得什么甚知音。那我先问你，子琴当初什么人呢把他留下，流落何处？那因为什么叫邀琴？造琴当用什么木？那什么人呢造的这一张琴？字字行行全说在乔公之音，就变为子期说琢磨本事，夫妻是流落瑶池，因此那叫瑶琴。造琴当用梧桐木，上结青，下结魂，一曲容结用，那青桌两相云。出了一位魁首的这个木匠刘子期，那造了成了这一张琴。说此琴当初什么人赋得好，赋到何处啊？能够的悔何人？那什么人以琴那葬了那他的这个命啊？什么人那以琴那骂过什么人？简简光光全说对，就算乔公你知音。子期说此琴文王赋得好，赋到了妙处，我常常的会仙人。文王世子托一考，他也曾一摇琴，会骂个纣君，大妓女定下一条阴毒计。周文王的世子路是个宁归阴啊。此琴前宽有几寸，围窄几寸，按何分？舌文碎，那按着什么一样？造工何时？几尺几寸零几分？什么人好德？什么人好战？上边弓有弦几根来？子行行全说对，就算乔公你知音。子期说前案八节宽八寸，围窄四寸四几分，舌文碎，按着周天一样的空合是三尺六寸零一分。文王好德，武王好战，上边弓有弦七根，运透九霄鸾凤起穿山海龙虎群，宇宙调丝金仙府，那本是瑶池雅乐，常常伴斯文。伯牙说你字字行行啊，全你说的对，你可知我以何物做题文？子期说从众你叹言回才高命短，你以那月光秋水做题文。伯牙闻听将头点，
说夜殿皇孙和众高人，连夸樵夫好好好，钟子期在一旁，你看那一阵阵的好无惧色笑我盈盈，一亲会有好亲难拜。到后来就在马鞍山前与我牙先生他摔碎了瑶琴，所谓谢之音。